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、哦、，R 呢是代表呢这个不等式哈、哦、所那个适用的范围啊，哦就是一个区域。那么他问说哈、哦，在这个区域里面哈、哦，这个函数的那个最大跟最小是多少？好，我们现在哈、哦、把这个区域哈、哦、先把它给求出来。好，怎么求哈、哦？我们先看这个啦。哦啊，这个很简单嘛，这个就是 x 哈、哦、小于等于零，就是在什么呢 ？sy 轴的，就是说哈、哦、是在呢，这是 s 轴嘛，这是 y 轴嘛，哦，就是 x 小于零就在这一边啦。然后呢，要跟这个哈、哦、联立，那联立的话，我就整理一下，我就把它移过来，好、哦，那把 x 移过去，就一减 x 哈、哦。它是小于等于多少呢？根号哈，四减掉 y 平方。我们知道这个 x 哈，它小于等于零嘛，所以它这个一定呢是大于一啊，哦，这个东西大于，所以两边都是正的。那两边都是正的，所以我两边可以平方。哦，平方以后的话呢，不用考虑说它这个不等号的情况会有什么，会有什么情况发生。就是说这个都是正的话，两边平方的话哈，不等号呢是维持的。好，那我现在把它两边平方，这个平方以后哈等于多少呢？就是一减掉 s 平方了哈。然后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平方，哦，小于等于了哈，这个平方四减 y 平方了。那我把这个移过去，就得到一个区域。哦，为了方便，我把它写成 x 减一的平方啦，再加 y 的平方，小于等于四，这是一个圆呐、啊。哦，这个圆的话就是说哈、哦，这个它的中心点在哪里呢？在那个一零的地方。哦，在这一零的地方。然后呢，它的那个半径哈、哦、是等于二。哦，这是二的平方嘛。哦，半径二的话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？这个加二的话，这里是三啊。这里加二的话，哈，二的平方嘛，哈，加二的话，这个，这减二的话，这个是负一啊。所以它这个圆的话是这个样子。哦，这是圆啊。好，然后呢，再跟什么呢？然后它是小于等于四嘛，所以是在里面。好，然后再跟这个联立，联立以后哈、哦，它是什么呢？它是小于等于小于等于零的，所以它的 R 的区域哈、哦、是等于这个部分的。好，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哈、哦，我要找到一点，使得呢这个函数值哈、哦、是最大值，啊再找另外一点，使得这个函数值呢是最小值。那这怎么找哈、哦？这个的话，这 f(x) 的话哈，如果我把这个固定的话啦，那这个就相当于是一条直线，哦，这个如果这是 f(x,y) 嘛哈，如果固定这个函数值的话，叫 k， 那么这是一条直线啊，那你现在变动这个 k 的时候的话哈，这个直线就开始移动，好，那这直线哈，它的斜率多少呢？它的斜率是等于那个正三，哦，斜率是正三的。好，那斜率正三的话，那我就开始移动这一条直线。当我 x 越来越大 ，y 越来越小的时候的话，这个 k 值哈就越来越大。也就是说呢，当这个东西哈这样移动了，这样移动的话哈 ，x 哈越来越大 ，y 越来越小的时候，这个数值就越来越大。也就是说呢，当碰到第一个的时候哈，这个呢是最小值的。我跟它相切，哦，那我就把这一点找出来。这个这一点哈、哦、带进去的话哈、哦，这个会是最小值，哦，因为它是越来越大嘛。啊，最后碰到的是这一点，最后碰到的哈、哦、这一点的话哈、哦，它会是最大值。那我现在把这一点找出来，这一点怎么找哈、哦？那我们知道说，这条直线哈、哦，它的法向量是多少呢？这条直线它的法向量是这个方向，
就说，单位滑向量哈，是等于多少？是等于这个是三负一啦哈，然后除以它的大小，大小是这个平方在这边开根号，是根号十，哦，是等于什么呢？是等于是这个滑向量。不过现在我们滑向量哈，取这个方向的，那取这个方向的话呢 ，x 是负的 ，y 是正的，所以哈，我单位滑向量取哪一个呢？取这个。根号十分多少呢？负三跟一啊。好，那这个单位滑向量我取到了以后，那这个圆哈，它的半径是二，啊，这圆的半径是二，所以这个向量等于多少？啊，这个向量我叫叫 n 好了。n 的话哈，就是把这个单位向量呢乘以二嘛，就是它长度乘以二以后呢，就等于多少哈？根号十分多少呢？负六，啊，根零二，哦，这个是这个向量。好，那这一点多少？这一点哈，这一点我叫 P 嘛，我就 P 这一点呢，减掉这一点，减掉哈，这一点是，一零，一零哈，啊，这个得到，这个是等于这个向量 n 啊。好，所以我就得到哈，得到这个 P 哈 ，P 这一点。BJ 点等于多少呢 ？BJ 点的话是等于这个向量，是等于那个，根号十分之负六二哈，啊，加上多少呢？加上一零啊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等于根号十分之负六加一，啊，另外这个是根号十分之二，然后呢，我现在把它带进去，就是最小值。也就最小值哈，是等于多少 ？F 哈，这是 S 零 Y 零啊，就是 S 零哈 Y 零哈，单积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三 X 三 X 零这个乘以根号十分之负六加一啊，好，啊，再加多少呢？再减 Y 啊，减 Y 零，减掉呢这个。减 y 零是根号十分之二。好，那这样算出来是等于多少呢？这是等于负十八，所以是负二十啊。所以根号十分之哈负二十，啊，加多少呢？加一啊，加一。没有加三啊，加三，把这个乘进去是三。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除以根号十，所以这是负二哈。负二根号十，哦，上下的约分嘛，约分约根号十加三，这个呢是那个，这个哈，是最小值，哦，这个东西是最小值，哦，这个是啊，这个是三减掉二根号十，好，啊，这样我们看看那个最大值，最大值就是带这一点的，那这一点等于多少？这一点哈是等于这个圆上面的一点。就是 x 等于零的一点，所以你就这个方程式哈，哦，这等号，就这个方程式的话，你把 x 带零 ，s 带零以后的话哈，这个就是一嘛，就是一加 y 平方哈，等于四，那等于四的话 ，y 平方就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三，然后 y 的话哈 ，y 是等于那个正负根号三，不过是取负的。哦，这一点的话呢是那个 y 是负根号三，所以是零哈负根号三。好，那这样呢我就可以算出那个大 M 了，大 M 等于多少哈？就等于带这个多少呢？这一点哈，这一点是零跟负根号三，哦，就是 x 带零的哈，三乘以零，啊，减掉y 是负根号三，所以这个是根号三的。哦，最大值是根号三，哦，所以呢，这个是等于根号，最大值根号三，也就是说哈，这个序对啊哈，大 M 跟小 m 哈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是根号三，啊，跟呢三减二根号十，哦，这个就是答案，哦，这个就是答案。